体委会呢，目标要将台湾打造成为一个运动岛，将农林渔牧的朋友日常劳动化为趣味竞赛，要让他们享受运动的乐趣。在嘉义市体育场举办的中华民国精彩100农林渔牧动起来的运动盛会，我们带你去看看。活动在内山姑娘要出嫁的精彩表演中揭开序幕，行政院长吴敦义也现身。中华民国精彩100农林渔牧动起来，顺利成功，健康愉快，精彩100农林渔牧动起来，我们动起来，嘉义市欢迎您。全台14个县市80支队伍，超过3000位选手参加。表演与活动项目有太极平衡柔力球、民俗阵头十家将、诚心诚意直杯赐福等，大家真欢喜，也快乐，过日子是一棒的。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讲大家身体健康，吼、哦、啊，全民运动，这上个重要。阮农民朋友，啊，佮各界迄款热爱运动的好朋友，拢会用参与的机会，参与即摆农林渔牧动起来这种有意义的活动。除了有趣活动，现场还有美食及农特产品摊位。我呢咧，土方里煮的鸭，内底一烧丝，食起来你有一丝一丝的感觉，食起来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它这个凤梨酥很好吃啊，不会太甜。你像我在减肥吃，应该也 OK 啊。体委会也希望大家养成运动习惯，为自己的健康加分。新唐亚太电视叶玉明，台湾嘉义报道。